他微笑的眼睛，是你，他老偷拍我。观众小伙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硬糖少女303，硬糖第八人。当时听到歌曲，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？一般，一般。Low low low， 追着你。刚出现的时候，那个头发。一开始刚看到的时候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的深，制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些陌生的歌开始产生感情了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，哦，这是最后一首歌，感觉就上来了。随机的放一些伴奏，猜出来它是什么歌。我知道是那个正确版本 r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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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et merri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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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is but a dream。搜索自己之前的一些，比如说出舞台什么之类的，我们都是公开编写的。那微笑的眼睛，别日落，你看错春意。然后，陈若贤这边是，我知道。发现如果被公开编写，那见公主。我是巴拉拉小公主。官方也认证了。对，这现在国籍都是魔仙堡。对，波卡是魔仙界的，但是我是另外一个地区的。再现一下用名台词吗？波卡，幻彩飞剑，你们人类都是傻子。一姐就是模仿鬼才，最近有没有掌握？女人会撒娇。卓璇，我们老朋友考虑到一条。2018年的时候，有一位网友问你在钢琴课，就很耐心的回复他。经纪人也太好了吧！现在好像大家感觉粉丝跟艺人之间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距离吧，但是我觉得。其实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，在陪伴着我。我能看到的，我都会去回复他们。现在也是，只是他们可能因为我这样的做法，有的时候会引来一些大家觉得不太好。他们可能也是为了保护我，他们也不再发出来了。但是，我经常还是会看他们给我发的消息，然后能够看到这些。问一下妹妹，最近很流行一些甜妹盘点，你生气的一些画面，然后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可爱。发问题的就我真的无语了。啊，我真的就是没了，就是很无语。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配音，没错。我是既可爱又善良的完美美少女，你现在已经喜欢上我了吧？嘿嘿。有些年的颜值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，有点过了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是谁过了。一个表情的一个挑战，先转头，再转眼，就这样，然后。腿长有什么凡尔赛的烦恼？腿长有什么不便？但是有一个好处是，他每次买到短的裤子，我就给你了。但我有好多裤子都是刘宪林给我的，因为我长。给他两个腿长。怎么这么长？这尺寸不够。我给你不算鞋跟的。从我的头到这里全是腿了，是吧？天啊！水冲浪的网速。上次我说网速还是不错的，结果他放出来我一个都没看。怎么又来了？Thank you, DJR Service。
老老老要老的真的懂得是句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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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懂得是句 Thank you。稍微加一点点难度，掌声感。你们上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啦啦啦，要把它震动起。我们这条视频发进去可以艾特他，让他来欣赏。Thank you。这条剑是啥吧？看吧，我们就是视频范围不一样。瓜你先看了，哎，你别这个表情，刘宪宁，你又完了，就这样。中间那位的舞技之名，我要给他拿走。来来来，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。没想到我会这个，这个是蛮厉害的。我甚至也没有想到你居然会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悲伤的视频或者搞笑的视频。悲伤，悲伤，悲伤的大蛇。悲伤，已经开始开业了。你听过吗？有一天晚上，真的是吗？有一天晚上，有一场。你白发苍苍，说带我流浪。我老刷到啊！我真的那个眼睛大大的，然后都是一些什么。你就现在就这个情况，就你们在唱什么歌？后期给你配，你就懂这个是什么梗了。那到时候后期就是你脸上就是那个，你到时候藏着看一眼。有一天晚上。